愚人节，我爸来之前说请客的，对，我愚人节我没钱，我就管啥了这是啊？哎，给我买吹风机，买档案袋，这活干活的，这都花钱买一本就够了，买这些，一个就一百张，最多钱买的。这个给你买，带个电池，老爸试下来，我给你试。敢试？对对对，来，我给你录。你给我录，我打上我看。看一下这个马力啊，这个不用打是吧？这不用打，这玩意儿，这不用充电就行。充电大电池，然后还送你个充电器。你已经有两块了，这又给你买一块。哎呦，我这大冷天你在外头干啥呢，老爸？好像你带着玩意儿没带对，我给你重新弄一下。好，这样试一下。嗯，老爸像上学了。老爸，你旁边这个学校老多人了，一两千人，这孩子。开一电了吗？这是开啊。不是，那个是超级强，反正你就往下摁就行了。你摁这个就更强，就是你摁住那。这劲儿有你之前大吗？啊？这以后就电力时代了。这玩意儿相当于油门，你看这玩意儿一整，不是？啊，你不用给我说了。对，或者你按这个也行，都行，反正。什么？没有声音了，现在。对，那玩意儿烧油是闹挺啊。你再按加号试一下，我看电池有几个格了。这玩意太好了，这东西真是好东西。这充电的，现在是电的，不使一点声没有。嗯。带一块电池啊？对，你还有两块啊，是吧？行，挺好这玩意儿。老哥，最愿意吃咱家这辣条了，好吃。哎呀，拿勺筷子酱我都看。这样就够了。用筷子装。不敢喝酒，吃药呢。今儿就是你爸不让喝酒。上菜真快。尖椒豆皮，东北菜。哦，你今天院留医生啊？嗯。为啥不让喝酒啊？你啥时候看医生？医生也不让你喝酒啊？对，啥时候你尽量别喝。嗯，不建议。你看麦子有那个小品，有人说他你一天抽多少烟？抽半包，半包这么多，不多呀。那大夫，我现在眼睛大，肚子小了。这是疙瘩汤。这是疙瘩汤啊。嗯。尝尝，像鸡蛋汤。看一桌子吃。嗯，昨天我还晚上跟我妈视频了呢。我没事，我还可以继续吃，不担心我。哎，就是今儿没干活，那五个人出吃饭了。吃串儿吃没了，东北菜叫东北虎。酸菜炖白肉。现在没有，给你大拉皮儿。哎，现在来香肠。自己来，还我给你搞。你吃光了。对，今天是四月一号，愚人节，也是愚人节。老爸来之前说请客的，对，我愚人节我没钱，我刚才愚人节说句谎话。